摄的一组时尚写真大片曝光，只见唐嫣一身清新的蓝白相间条纹背带裙现身绿荫前，秀出其一双细长白皙美腿，短发的糖糖邻家女孩气息十足，满满的青春俏皮感。而一向喜爱粉色系的唐嫣这次也背上近日大热的粉色系包包，为造型增添一抹亮色，这样清新阳光的一颗糖谁不爱呢？这世界很酷。